第五个活动，前后行走。侧身站在台柜旁，靠台柜的手扶着台柜，用脚尖向前走三到五步，然后放松，然后向后走三到五步，然后放松，用脚跟向前各走三到五步，然后向后各走三到五步。每个活动做两到三次，太容易，慢慢的增加次数，直到十五次。慢慢的扫扶台轨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如果你感觉好，而且想做多点，那么继续吧。